们中国全中国人民最辛苦的人是我们高三的学生，没有谁比你们辛苦。我们在座的同学，你们有幸把我们几千年民族的梦想通过你们的努力变为现实，所以校长非常的羡慕听到你们。我每天早上6:20的时候就起床了，那闹钟响的时候我就觉得也新的一天又开始了，心里面还是很高兴的，充满希望。然后跑完了大概就已经6:45了，这时候我就要回来吃饭，吃了饭以后呢就6:55了。就是考试还是比较令人反感的，至少我不是很喜欢。而且我们学的这些东西到了大学里面多部分都没有实际的作用，所以说想起来确实很烦。但是这又是现在我们必须走的一条路，我们又必须要很平和的去对待它，绝对不能对它产生厌烦，否则的话整个考试根本都学不着。或者是到了晚上下了晚自习的时候已经是10:30了，要保证因为睡眠的时间非常非常的少，好像只有7个小时，第二天早上6:30寝室就开灯就要起床，所以说为了保证我们的睡眠，保证第二天有非常好的精神来应对第二天的学习，我们的作息时间都是非常的严格的。第一节，揉天阴穴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。当成功以后，你们再好好的尽情的去欣赏生活，去做你们愿意做的一切。在这以前，你们就只能女孩子一直都不允许化妆的，而且不能穿高跟鞋，衣服不能穿得太暴露，然后最好就是不允许早恋。但是一般老师如果知道了，但是其实也没有重要到那种考得不好就怎么样的那种程度，其实也没什么的，我觉得
是的，我觉得其实一个人的那种成长的过程吧，其实才是高三这一年最重要的。喂，啊？